迟暮啊，今有一十八名江洋大盗，打劫包永福，被官府拿获，贼头李七将我家东人潘彻在内，州府太爷不问青红皂白，将我家东人屈打成招，拿问在监，少时就要在长亭起家有了。哎呀，官人，官人不顾高兴开，方大元年事到如今，只好多备些银两，赶至长亭，一来探望我家东人，二来也好上下打点打点，请我家东人早吃糊口。
世上走又不走，怎么挨挨蹭蹭，耽误你起爹爹的路程。呸，我打死你的王八儿哩。哎，七太爷，七太爷，做啥？您别打他呀，您瞧瞧他骨瘦如柴，哪经得住您打呀，真把他打坏了，咱们怎么散路啊？是不是您的？不打，待咱老子我骂他。哎呦，何苦呢？啊，七太爷，一路劳乏，够辛苦的喽，别伤了您的元气。依你便咋样啊？哎，这么着吧，待晚生我替您呢骂他。哦，下一次你也会骂人呐？你瞧，骂人是我们家祖传，算不了什么呀。好，如此你替咱老子我妈，哎，骂这个王八日的，骂这个王八日的，骂这个秋囊日的。你听着吧，我说王良啊，王良，我把你这个贼狗日的，我把你这个贼王八日的。哎，你这是怎样的骂法哟？七铁啊，您不知道啊，这叫做回龙骂。什么叫做回龙骂？我骂着他，再一指您，如同您的亲口骂他一样。哦，闪开了，来老子我揣摩揣摩呀。哎，您试试。怎么样？好啊，是怎么回事？这次，哎，你再替咱老子我骂呀！哎，骂这个王八儿的！哎，您舍得死，我就舍得埋呀！骂这个穷囊日的！你听着吧，我说王良啊，王良，我把你这个贼狗日的，我把你这个贼王八日的，哎，你也不睁开你那贼眼瞧瞧，你什么德行啊？哎，你再瞧瞧人七太爷什么长相，哪像你啊！啊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啊！面如黑锅底，亚塞屎壳郎，臭得解痒的，你个贼王八日的！我打死你这王八日的！哎呦，七太爷，留神我的高抬贵！啥叫高抬贵？嗯，手，我劈了你这王八日的！哎呦，留神我的拐弯抹。啥叫拐弯抹？脚，我去你娘！哎呦我的妈耶，死中求生哦。照你这样的骂法，咱老子我也会骂啊。怎么着，您也会？站稳了。哎，我站稳了，听咱老子我骂呀。哎，王良啊，王良，我把你这王八日的，王良啊，王良，我把你这贼狗日的，哼，嘿，咱老子在哪里骂？你在一旁，阿普，阿普，说啥？嘿嘿，骂人是风吹过哦，风吹过啊，还是骂咱老子？呸！我打死你这王八日的！哎，您打的我是馅儿馅儿着，去你娘的呀！嘿嘿，七太爷，哎呦，嗯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七太爷要停尸了！王八日的，又骂咱老子！哟，我可不敢骂您呐！你骂咱老子，我停尸啊！啊，停尸！是骂您，嗯，您等等，我问问您，到了晚饭场，吃完了晚饭，没什么事儿了，把被窝一铺，往里头滋溜，怎么一钻？这叫什么？困脚？什么？困脚？哎呦，困脚，困脚，这土哦，蜚言逆语，畜生不高啊！
在我们那儿呢，官场上官话叫做挺尸。哦，官话叫挺尸。哎，是奉承人的。哦，还是奉承咱老子。奉承您的。好，日此咱老子怎么唱？我要挺尸了啊。哎，这辈子你别翻身喽。知母随我来。请在披荆之耻歇息歇息，待老奴向前。快歇去吧。遵命。我不做外活。解差过秦了。哎，请了请了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王良的家人，同听我家侄母张氏前来探望我家东人，烦劳解差过用他夫妻一见日活。哦，哎，那么你叫什么呀？陈汤。哎呦，大点声。陈汤。哎呦，大点声不要紧的。陈汤。七太爷，你与杀人讲话。哎，您说什么？你与杀人讲话。您说什么？你与杀人讲话。呀哈，嘿嘿，没问这杀人，我这儿丢了个豆蔻。哦，您问我跟谁说话呀？嗯，王良的管家陈汤来了。哦，可是那残不胡碎的老头儿。哎，就是那老头，唤他前来，咱老子对他有话讲。哎，是了是了。哎，我说陈汤啊，七爷那儿叫你呢，来来来。哎，跟着我来。我不敢见他。哎呦，别害怕，有我在一边呢。啊，七太爷，你是陈汤？真是小人。呆陈汤，那日打劫包荣府，抢劫过金银财宝、珍珠玛瑙，还有18个大元宝被你拿去，今日还咱便罢，日若不然，你是休想活命啊！哎呀，七爷呀！哎，七爷，您别发火，他抢咱的银子，他我也不敢。叫一声爹。
爱人三分，有道是打不见那小仙不责于你，你莫责于我，亲爹爹呀，哎呀，起来起来，咱老子我吓唬于你呀，多泄气，咱不是来，你不知道。你不该在勾栏院中打咱这一板凳腿。哎呀，老奴不干呢，数度机场啊。咱试试来就不计较于你。多泄气。闪开了。哎呀呀，陈汤这两句话也搞得好。那好怎么着呢？咱老子们我要学他。一宿那怎么着？你要学学他？哎，我们扩扩耳朵。我哭啊有点意思。哭一声气爹爹，我叫叫叫一声气爷爷呀。哎，我太声点吧，噔隆咚，不是一根咚。你本是人上之人，噔隆的一根咚。我本是奴下之奴，噔隆根咚。有道我是不隆，大不见小，不能先莫责于你，莫责于呀我。我那气不冷，气不冷，气爹爹呀！做什么来了？同听我家侄母张氏前来探望我家东人来了。怎么讲？探望我家东人来了。哎，你起爹爹犯罪，不能见你亲阿婆；你亲阿婆不能见你起爹爹，岂容他夫妻相见？咱老子我。不容见。哎，今天呀，人家大老远的来了，让人家见见吧。秋囊日的不容见。哎，听见没有？秋囊日的不让见，拉倒。啊，即差过行过方便吧。哎呦，我说你这个老头啊，亏你活这么大岁数，哎，你怎么看不出事儿来呀？我虽然是个借差，哪是我借着他呀，简直的是他借着我。哎呀，这边日何时好啊。哎，老头儿，我指你条明路吧。啊，瞧见没有，后头坐着的那位姓高，高将爷，他们俩人最来劲儿，你央求央求他是准成啊。多谢指教。啊，高将爷请了。失礼为何？我是王良的家人，名叫陈汤，同定我家侄母张氏前来探望我家东人，怎奈七爷不用相见，烦劳高将爷在七爷面前讲个人情，用他夫妻相见，我这里感恩非浅。看你等的造化，多谢了。阿七爷某有礼了。失礼为何？只因陈汤随定他家之母前来探望王良，七爷不容相见，看在咱的面上，容他夫妻相见一面。本当不容相见，
我看他夫妻又是园中之嫩孙，山中之野苗，此亲我看在你的份上，多谢妻爷。贾义子过来，请提言。对那陈塘去讲，叫他家侄母前来拜咱老子一拜，方容相见。哎，那么要是不拜呢？若是不拜呀，哎，一辈子不容见。哟，哪儿打雷呢？哎，我去。哎，我说陈塘啊，哦，几差姑，七铁说了，叫你家祖母前去拜他一拜，方容他夫妻相见。若是不拜呢？越拜越则不容。我怎么蹲来的？怎么卖啊？哎呀，这如何是得之口啊？啊，侄母，那泽头李七言道，要你向前拜他一拜，方用相见动人。若是不拜呢？就不用相见了。是啊，姐差过我家侄母来拜七爷了。我跟你回一声啊。哎，七大爷，人家拜您来了。怎么拜咱老子来了？叫他前来，哎，叫他前来，带我看看这个秀才的娘子。开了雷神的洞，孔雀坑在那灯光之下，
我管那毛文勇孔才康，我看那他孔才康好似那赵金娘，嘚儿隆嘚儿苍，阔人的关系赵玄朗，嘚儿苍一孔矿矿矿，但发嘚儿孔矿那矿那矿矿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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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矿，噗得大罗了个窟窿，哎。你在此做啥？您那儿唱，给您派个萝卜点儿。王八日的不用。哦，王八日的不用，拉倒。哎呀呀，这个女子好生面熟，像在哪里毁过一面。哎哎，我怎么一时想她不起呢？看清楚了再说啊。哎，我说人家是秀才之妻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动不动你在哪儿见过？你咋你那老婆呢？啊啊！天天花枝招展的，满大街胡跑乱窜，什么玩意儿啊！王八日的，咱老子我将错一句话，你在一旁浓嘴浓舌。呸！我打死你这王八日的！我跟你说句笑话，不准开口。是，容他夫妻相见呢。哎，容他夫妻相见。哦、是是是王良 啊，你媳妇儿看你来了，动人。母亲在哪里？母亲。
一起呀、啊。犯罪不将王良判处在内不过一死，将王良判处在内可也是一死。你为何连累好人家的子孙，天理何在，良心何存？罢罢罢，阿弥陀佛。哎，难得贼放了善心了。王八日的好汉爷爷，好汉，好汉子，陈塘过来。七爷，对你家东人之母去讲，叫他夫妻同拜咱老子一拜，到了上司那里有什么大罪，咱一人承担，不与你家东人相干呢。多谢七爷啊，东人之母。七爷言道，只要你夫妻同拜他一拜，去到上司那里有什么大罪，他一人承担，不与我家东人相干。七爷先生，受我夫妻一拜。将他搂抱在怀，昨晚殴得一猛，见你喝杀，追赶一只白虎，从空中飞来一只金凤，将那白虎嘛就搂抱在怀。有一白发公公站在我的面前，说道：“离奇呀，离奇！”你今犯罪，不将王良判处在内，日后自有小医天官搭救你的性命。可说这小医天官他是谁？他是谁？哎，七太爷，这小医天官八成是我吧？呸，不像。好，还是不像。哎呀呀，
这盟中之言不可补心，是的，也不可篡心。你瞧，一会儿一主意，陈汤过来，七爷与咱老子我奏封假行呢。但不知七爷府上旨在哪里？湖南光州下么下时？旨在哪里？湖南光州下么下时啊？哎呀，老奴听不懂啊！他不知道啊！我跟他说，哎呦，七太爷家住在哪儿？你都不知道啊？就住在苍蝇街臭虫弄垃圾小巷。呸！不对。哦，不对，听您的。这下么下时不中天，遇见客商吃半年。什么叫做吃半年？你不知道，我们那里上半年水大，客商进过，我们窜上窜去，大些过金银财宝，就吃过这上半年。下半年呢？下半年水退，我们种些过杂粮杂豆。收过起来又吃过这下半年，这叫做下么下时不种田，遇见客商吃半年。嘿嘿，吃半年。好地方啊，好地方，一群贼。好汉爷爷。好汉，好汉子，拿咱的银子来。是喽。哎，拿银子。哎，银子拿过来喽。查看顶数，哎，当着您的面啊，咱们点点数目，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一二三，哎，七太爷，一共十八锭哦。不对啊，十九锭。怎么会十九锭呢？十八锭啊。十九锭，当着您的面点的，怎么会有错呢？站过来，老子我搜上一搜啊。搜。转了过去，哎，转过去，这不是一锭啊，你那儿还一锭呢，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哦。陈塘，七爷，将这个银子收好啊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七爷，这银子交于何人呐？交于咱的亲阿婆。什么叫做亲阿婆？亲阿婆他也不知道啊。那叫亲阿婆你都不知道啊？就是七太爷家里养的七只鹅啊。不对。哦，不对，听您的。亲阿婆就是咱的老婆。哦，干么是七奶奶？哎呦，不敢，就是她，就是她。哎呦，这劲儿哦。啊，七爷，像七奶奶乃是一只，我乃一仆，男女见面，授受不亲。怎么讲？授受不亲。十三颗站在我的面前，口称男女授受不亲，他就是小一天官。今当午时，实才陈汤言道男女授受不亲，莫非陈汤他是小一天官，能搭救我的性命？陈汤啊！你东人之罪，咱一人承担，你可能搭救我的性命。哎呀，七爷，你若能搭救我家东人，七爷之罪，老奴万死不辞。此话当真？当真？果然，果然。日此老哥哥亲上受咱礼呀，七。一呀八，折杀老奴。
哎呀呀，这个银子不要交于咱的老婆，那交于何人呐？交于咱的双牛儿。什么叫做双牛儿？双牛儿他也不知道啊。哎呦，双牛儿你都不知道啊？七天家里头不但养了七只鹅，还有两头牛。就当日的不对。哦，不对，听您的。双牛儿就是咱的个儿子，你的侄子。哦，干母是大相公。不敢不敢，你的侄子，你的侄子。哎，这就论上了。因何叫做双牛儿？你不知道，只因那晚偷刀落空而回，从人家长园经过，见那旁拴着两头牛，有道是则不恐过，咱顺手将这两头牛就牵回家中，正赶上咱那老婆，她就啪嚓，怎么了？嘿嘿。生下个大儿子来。好，他们家养儿子都夸嚓一声，一时取名不吉，就叫他双牛儿。双牛儿啊，好个响亮的名字，夸奖了啊。哎，是个畜生。阿七，这银子交于大相公，叫他公事。不要赌事，不要赌事。哦，做买卖也不做买卖，也不做买卖。那做什么呢？这，哎呦，七太爷，他不懂您的心思，我替您嘱咐他两句。好，你是？哎，我说陈汤啊，你把这银子交给大相公啊，可别让他读书，怕他功不成名不就；也别让他做买卖，哎，怕他赔了本儿。叫他什么好买什么，什么好吃吃什么，什么鸡鸭鱼肉牛羊肉涮羊肉是敞开了吃啊，吃的是肥肥的胖胖的静静的壮壮的，走在人前背后怎么耀武扬威的，问起来谁呀？七太爷的儿子呀。哦，好朋友有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孩子，哎呦，七太爷，你这两句话说得好啊。哦，说得好。陈塘，他会讲话了。哎呦，会讲话了，赏他一锭银子。哦，是是是。七太爷，我这谢谢您喽，谢谢您喽。不谢不谢。哎，拿过来拿过来，谢谢了。哎，我说七太爷啊，这不我还有两句再得替您嘱咐嘱咐他。好，你使。哎，我说陈塘啊，哎，这不是养的胖胖的吗？可别让他在家里头蹲膘，给他请外武老师练习武艺，什么飞檐走壁、廖思娇、十八般武艺是样样精通啊，得跟人家再试吧试吧呀，上去三拳两脚的，哎，可就把人家给打了，人家没打着他，谁呀？七太爷的儿子。哦，好样的。哎呀，这哈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七太爷，你这两句话呀，哎，又说的好。哎呦，说的好怎么着？陈塘，再赏他一锭呢。哎呦，是是是，七太爷，我这又谢谢您了。不谢不谢。哎，哦，拿那大块的，快，哎呦，拿来拿来。哎，这七太爷啊，我还有两句得跟他说说。怎么还有啊？哎，你是？哎，我说这不是有了武艺吗？再让他闯荡江湖，广交绿林，是打富济贫呐，不犯事儿便罢，犯了事儿啊，押到公堂，板子打，加棍加，跪锁压合了，上脑箍，如同喝碗凉水，吃个炒豆他一般呐。架不住啊，当官的笔头厉害，拿刺眼这么一绕的他，嘿嘿，招了，问成了死罪，押赴市曹，开刀问斩，就听见咔嚓一声，脑袋下来，碗大的罢了。谁呀？七太爷的儿子，好英雄，王八日的！这两句话说的不好。啊，怎么着？陈汤，把银子
追回来，追回来，追回来！哎呦，得了，我呀都还给您吧，言多于失哦。陈塘，七爷，同你家侄母回去，听候好音便了。天时不早，大家暂行了啊！哦，是是是。啊，东人。我同定侄母回去到上司那里打听好音便了，你夫妻就此分别了吧。哎呀，暂行了。